要是因为我们的食材都有那个生产的功能，好，所以我们的鸡是用那个鹿眼的鸡，所以它本身有一点它的生产能力，所以在食用上可能会比较轻，因为每只鸡出来的话都会减一点。生产履历的，对，一次，对不对？还小小的，对。那其实就是说，我们。